经验。啊，甲咱准咱家己毋是亲身经验，起码嘛捌听过。啊，是咱的厝边头尾亲戚朋友嘛捌受害过。啊，迄阵的氛围甲即马完全无同款。所以我这边的选举，我有感觉。以后大家一直想袂出来嘛，是安怎才少年的对这柯文哲你讲话是安怎遐信？我的感觉吼，这就是时代已经无同了。咱顶下呢，这下呢哦，咱因为有过去这历史的记忆，那无嘛还有干接的就对了。所以咱伫选择，咱有一个判断过去台湾发生什么代志，咱知。即马少年唔知，伊拢是咱拄仔你讲的，1992年以后才出世的吧？对唔？就是刑法100条已经修正了后，无判断的这段代志了，才是的。因生出就是自由民主，就是这样的啊。啊，你家讲的故事，伊讲啊，这甲三皇五帝同款的这种神话，对唔？哎呦，无感觉。伊唔是伊吼。